样的安排，坏拒绝。好累啊，坐会儿，我给你拿个东西啊。嗯。洛洛的画册，你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别忘记拿着。好。我去洗漱了。怎么了呀？这么急冲冲把我叫过来？嗯？五四二，我约了他好几次，他都不出来，我已经好几天没看见他了。你没问过他怎么了吗？他说他工作忙，说他妈生病了，反正一大堆理由。那不就是他妈妈生病了吗？这有什么好想的？他妈妈不舒服，也没必要不回我的信息啊，而且。我给他妈送了很多的礼物，都被退回来了。我有预感，如果再这么下去，我俩就完了。哎呀，可能也就是田老师他看得紧，他找不着机会出来见你。不会的，他又不是妈宝。我还真是头一回见你为男人这么方寸大乱，把自己弄成这样。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。以前我总是觉得他不会离开我，反正他那么爱我，我想他了他就出现，我见到他烦了他就乖乖消失。现在我真的很害怕，怕他从我的生命里消失。放心吧，吴三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很有责任感。我也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啊，但是。我以前那么喜欢江彦师哥，我也没有这样啊。你说我是不是废了？嗯，废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不就是想见武三吗？那还不简单？真不简单，田老师，我真的搞不定。你一个人搞不定，我帮你一起啊。晚上妈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豆角焖面。妈，我来做吧，您尝尝是我的手艺好还是爸的手艺好。喂，宋总。哎，小左，我现在要去谈一个投资项目，你跟我一起。那您把地址发我，我去找您。哦，不用，你把你地址发给我，我来接你一起去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怎么，有事儿啊？妈，公司突然有点急事儿，要去见一个客户。妈，我就不陪您吃晚饭了。好吧，去吧，我没事儿，还是公司的事儿要紧。行，妈，我先走了。哎。我先走了，妈。哎。林哥，我们今天去见谁啊？我准备准备。你是得好好准备准备，今天我们得见周总、秦总。啊？啊什么？没想到啊，林哥，你还会干这种事儿。你们我愿意吧。
哟，表不错，爸，好看吧？琴琴前段时间不跟凤姐一起去了意大利吗？她给我买的。哎，凤姐是不是也给你带礼物啊？哦，啊，带了带了。她给你买什么了？买什么跟你有关系吗？那么多废话。我比较比较吧。比较比较，给我买一房子，比较吧。亲爱的，对不起啊，这件事情我应该向你解释清楚的，害你担心了。我没事，这也不是你的错。那你不生气了？我有什么资格生气啊？是我想的太不周到了，这件事情我有责任要跟你说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办法怎么搞定我妈，但是需要时间。这段时间我也反思了一下，我妈为什么那么排斥我们俩在一起。其实主要原因也在于我，因为在我妈眼里，我肯定是一个没有判断力的小孩，所以她才那么着急去给我下判断。我会向他证明的，我不是一个小孩，我俩在一起也不是一时冲动。我会在事业上拼尽全力，在感情上认真负责，早日以一个独立平等的姿态去告诉他，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，是通知，不是征求。意大利好玩吗？嗯。有没有出去逛街什么的？有啊。那有没有买到什么喜欢的东西啊？当然有啊。都买什么了？衣服啊，包包啊，鞋子啊，首饰啊，彩妆啊。啊，买那么多？嗯。哦。哎，有没有看看男装什么的？没去逛男装，就看了女装。那也是啊，看男装干嘛？你怎么了？怎么那副表情啊？什么表情？没事，瞎聊天嘛。这段时间我一直想着怎么去跟我妈证明自己，都没有给你一份安全感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吴三，琴琴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现在不管情况是什么样的，但是在我的心里是越来越清晰，我左雨林的人生要是没有琴琴，那就不是完整的人生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都怪我，小时候太不乖了，才让你现在这么辛苦。都怪我，小时候太乖了，才让你这么受委屈。让我看看你，这几天不见你，又没有好好吃饭，又瘦了。我去给你做好吃的吧。啊，吴三，再抱抱。抱抱抱抱。亲爱的，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。嗯，我会的。要按时吃饭，好好睡觉，知道吗？嗯，你也是啊，好好吃饭。嗯，你俩差不多就够了吧？那我要先走了，你要乖哦。你回去以后要听妈妈的话，千万不要跟她顶嘴啊，
如果他让你去相亲的话，那你就去好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我就够了，别担心我。哎，小左，几点了？9:30。好，9:30。哎，这表不错啊，哪儿买的？意大利啊。哦，意大利。啊，秦青给你买的。啊。哎呀，真好。啊，你回去吗？啊，我不回了，我今晚住这儿。好吧。你一定，我不行，我走了，走了。那我也走了。吴三。乖啊。拜拜。开车小心啊。知道了。我就跟你说，他很在意这个手表。对呀、啊。林哥，以后能不能？如果还是让我看你们腻歪的话，就不用再说了。哇，以后这种事儿，我只负责打电话，让晨晨救你去。知道了，林哥。年轻人啊。心啊，当然开心啦！见到我家五三了，我可开心。哎，宋礼还问我为什么没给他准备礼物。为什么呀？哎，你不是给他买了吗？你没送给他、啊？我还没弄好呢。弄什么呀？这么费劲？不告诉你。我还不想听呢。找我家小五三。一大早来逛商场，想买点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要做菜给我吃啊？这一段时间天天忙，天天加班，也好久没给你做饭吃了。你上次不是说要吃小龙虾吗？我上网学好了，晚上给你做。这么好啊？嗯，好吧。然后晚上顺便把令夕叫过来一起吃，好吗？为什么要叫他来家里吃饭？之前不是一直说要请他吃个饭吗？一直也没请。合着你这顿小龙虾不是做给我一个人吃的？哎呦，不是，你看那时候公司比较难的时候，资金链也断了，股权也卖不出去，那后来都是令夕跑前跑后帮忙卖出去的。那时候说请他吃饭，但一直也没请。我这不是想在家里吃显得比较有诚意吗？没关系，你要不开心我们自己吃，不叫他。叫吧，不叫显得我很小气。真好。盘子，盘子。嗯，来了，来。给你尝一口。好香啊！那盘子烫吗？烫吗？哦，好烫啊！烫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还不错哦。还想吃什么？再给你炒一个。大盘子。嗯，不吃烫吗？来啦，第一次来你们家，不知道带点什么，就买了两瓶红酒。哎，你太客气了，哇，肯定很好喝，快进来。好香啊，嗯，差不多都已经好了。令夕来了，啊，快坐快坐，菜都好了。得嘞，忙活了一早上，真是够丰盛的。嗯，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能不多做几个菜吗？菜都上全了，都做好了，快尝尝。不错不错，尝看。
还真是挺好吃的耶。我跟你说，我跟周放这一天什么都没干，光做菜了。辛苦两位忙活一早上，来。来，欢迎来我家做客。其实我还在谢谢令熙呢，要是他没帮我把这个股权卖出去，资金融进来，这房子都没了。我可没答应要跟你一起住啊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答应？看你表现吧。看我表现啊？嗯。我好好表现表现。哎呀，我这个狗粮吃的真是尴尬呀。来，没事，你也有汤喝啊。哎呀，嗯，真挺好吃的。手艺见长哎，来吧，感谢两位的盛情款待，然后我们彼此都要继续努力，加油！嗯，干杯！努力，加油！苏总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的 APP 准备提前上线，可以多拿出几个设计款吗？啊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这会对宋林有影响吗？坦白的讲，会。我知道你是宋林的女朋友，但当你选择万峰的第一天开始，你就注定永远跟他作为竞争对手。在我们这个行业里，要想成功必须拿第一，否则都是失败。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，看好你。今天苏雨山来找我了。嗯，没事儿，你不用为难啊。现在本来就是我们两边较力的关键阶段，咱俩是应该互相避讳点儿。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想帮我？我想想啊。那你就努力吧，努力做我最有力的对手。毕竟我是一个遇强则强的人嘛，没有办法。可是。别可是了，哎，最近好累啊。等过一段时间新产品上线就更累了。但是一帮你就好很多，没什么。我们快回去吧。嗯。现在我可不敢旷工啊。嗯。嗯。去你家，去我家。去我家。宋总，宋总，欢迎回家。宋总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很惊喜？是不是很意外啊？万峰以前的老员工大部分都回来了。谢谢大家又选择了我，愿意跟我一起干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新股东，也是我们公司的对外代理人。令熙，令总，这次是多亏了令总，我们公司才能走到今天。
厉总好。大家好，我在行业内这么多年，眼光几乎从来没有错过，相信这次各位也不会让我失望。放心吧，林总。虽然我们公司在线高定领域还是刚刚起步，但是在技术方面，那之前小左和小飞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，所以现在呢，大家只是需要跟我一起走好后面的路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干吧。宋总，万峰那边的 APP 今天上线了。苏玉山这是选好了日子要给我们惊喜啊。没事，先忙你的。哎呦，又在画图了。你不是特别忙吗？怎么还有空过来呀？我这不是受人之托来给大小姐送餐吗？别忙了，工作狂姐姐，吃点东西吧。谢谢每天投喂。你这接到大单了呀？啊，这钻石怎么着都得有10克拉的吧？5克拉，能打开看看吗？可以啊，你小心啊。好。贵的。哎，很贵的好不好？成色不错啊。有一个土豪想拿它去求婚，算有诚意了吧？这相当有诚意了。算他有眼光，还知道找我设计。能找你设计的人能是土豪吗？品味相当高了好吗？哎，如果有一天你结婚了，你会让我帮你设计钻戒吗？那当然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钻戒会是什么样的？应该就是这样。那你觉得在这个基础上要不要有什么改动？我觉得已经很完美了，不需要改动。如果说有一天有人拿着这个戒指来跟我求婚的话，我一定立马答应他。笑什么呀？我没笑啊。你笑了，你刚才笑什么？哎，我饿了，吃饭了。哎，你说清楚，笑什么？没笑啊。安全系统这一块一定要盯紧了。明白。来这里看一下。顺利吗？还挺顺利的，宋总。尤其是安全系统这一块，升级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漏洞。现在的压力也是动力，知道吧？我们屏住这口气，客户隐私安全上千万不能马虎。知道。等这两天内部测试结束之后，就可以上线公测了。在这弄吧，大家这段时间都辛苦了啊，过段时间好好奖励你们。好，谢谢宋总。赶紧的。您放心，我们的 APP 会尽快上线的。好的，再见。资方又给你压力了。资方那边有我呢，你啊，现在就专心的把你的软件做好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。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先机了呀。你知道当初在美国，我们谈判的关键是什么吗？那不是因为你把所有的资产都压在里面吗？所以最终他们才同意了呀。这家公司的成败呢，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胜负之算，也是我的。你说你永远都这么斗志满满，你从来就没有过那种特别无奈、特别绝望的时候吗？其实我有自己想要得到却得不到的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我可能永远都得不到的。对了，今天晚上苏雨山约我们吃饭，他要干嘛呀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今晚我们必须要出席，不管怎么样，绝对不能示弱。周放。
苏总，这次我们能够成功及时的上线，你的功劳很大。晚上我请你吃顿饭吧，就当做是庆功。哦，我晚上手头还有点事儿。是时候该放松一下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我让助理把餐厅地址发给你。抱歉啊，苏总，让你一个人等这么久啊。都是兄弟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哎，该客气得客气啊。什么事啊？只是想请二位吃顿便饭，表示感谢。今天我们的 APP 上线嘛，多亏了宋总之前对万峰打下的坚实基础。当然了，还有令总以往的评估，让我们有丰厚的资金储备。你这是太谦虚了。其实万峰啊，现在能在苏总这么有能力的人带领下做得这么好，其实我挺开心的。万峰是我一手做下来的公司，那是我亲儿子一样。来，干一杯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来，快坐。叫我女朋友来的不跟我说一声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你要来。你好，林夕。苏总没通知任何人就把我们都聚在一起，是有什么事要说吗？我是想说，今天我们万峰 APP 能够成功上线，多亏了周放的设计，因为他的设计让注册人群不断的飙升，但是同一时间让二位的 APP 变成了仿冒品，这点是我深感歉意的地方。道歉就不用了，我们做这个行业都应该清楚啊，谁最先上线谁就能抢占更多市场，都能理解，没关系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今天这也不是简单的请我们吃个饭，苏总主要的目的是让我来祝贺你，是吧？那我祝贺你的软件成功上线，我也希望你的软件之后能越做越好，加油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去趟洗手间。我也去个洗手间。有这必要吗？有必要。你还好吗？你们之后准备怎么做？我们当然不会这么轻易的认输，我和宋凛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让公司不受影响，继续营运。我本来就只是想要做好自己本职工作，却没想到给你们带来这么大负担和压力，我很抱歉。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当然是对的，但你有没有考虑过宋林的感受？没错，我是很欣赏宋林。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先回去了。那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去陪我女朋友去了啊。苏总，你跟我们这么较着劲儿，其实挺没意思
你为了抢占市场提前上线，但是我想你 APP 当中那些漏洞并没有及时的解决掉吧，这可不是一个精明的管理者该有个的理智态度啊。任总，非常感谢你之前的提醒，我今天也想提醒你，一个人敢于承认现实，敢于接受失败，是需要勇气的。你早点收手，也许会输得少一些。时间可以证明一切，但是我相信，让你得意的时间不多了。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当然是对的，但你有没有考虑过宋林的感受？没错，我是很欣赏宋林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也不喊我自己就走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有点难受。难受什么？刚才饭桌上苏雨山那些话，其实我都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但我都帮不了你。作为你女朋友，我都没有办法跟令夕阳跟你站在同一个战场上，跟你一起奋斗，所以我觉得有点难受。这有什么好难受的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事啊？就因为他的软件要上线啊？啊？其实那个软件要上线的事情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只是碍于商业机密，我没法跟你说。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，甚至还要跟你站在对立面。你会不会恨我？我恨你干什么？虽然你现在在苏雨山的公司工作，但那不也只是工作吗？你还是跟我在一起的呀。你在那儿工作也不影响我们并肩作战。我以前也一直以为我们可以并肩作战。我以为我们可以各自努力，各自成功。但是现在商场上竞争这么激烈，我完全没有料到会变成今天这样。宋林，我特别害怕有一天我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。我害怕我们会无话可说。我也怕我抓不住你。别瞎想了，行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管我们中间发生任何事儿，我们都会走到终点，对不对？你也答应了，不是吗？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办法跟你一样那么理智，我也没有令夕那样的能力给你一次次提供帮助，给你自信，也能够给你专业的建议。他是不是比我更适合你？朱芳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是最适合我的，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我了，而且我也不会给任何人机会，知道吗？记住了吗？嗯，不准哭。嗯。苏姐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来了。我知道你需要我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太好，跟我聊聊。我觉得软件这件事情我挺对不起他的。你对不起他？你对不起他什么了？你在为你自己的事业努力拼搏，你哪里错了？我就是不想跟他成为竞争对手，不想走到这一步。做竞争对手又怎么样了呢？周芳同志，我请你能不能把爱情跟事业分开啊？你不要老是为别人着想，行不行啊？哎呦，你说这感情的路怎么就这么坎坷呢？太难了。你说怎么就这么多坎儿呢？我还安慰你呢，我自己这边还没整明白呢。田老师根本就不接受我。干嘛去啊？
那这个是我按着田老师在照片上的体型给他做的，不知道码合不合适，你给他送过去，试完之后如果有不合适拿回来，我再给你改。到时候呢，你再把你的一个配饰给他送过去，这样让他看到你的能力，也让他知道你不再是高中那个叛逆的少女，而是有能力又靠谱的珠宝设计师。给你。孩子，你说你怎么老是对我这么好呢？有妈妈的感觉。秦大清，礼物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就不能自己过来啊？我那么忙，非得把我拉过来。周大方，你在我不是心里有底吗？不是，再说你来都来了，你还唠叨。哪儿啊？就在那儿。请进，田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你好啊，田老师，毕业以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母校了，来看看你。啊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不必绕弯子。田老师，您好，我是周放，是左雨林和秦青的朋友。啊，秦青老早就想来看看您了，不知道该给您送点什么好。这个呢，是我设计的一套裙装，这个是秦青设计的高级珠宝，希望您会喜欢。哎呦，这也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啊，不贵重的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这东西我是绝对不能收的。你们还是拿回去孝敬你们的长辈吧。您就是我的长辈啊。谢谢，谢谢你来看我。你毕业也快十年了，作为老师，我对你更多的是期待和祝福，期待你有更好的生活，也祝福你早日找到幸福的归宿。但是你的归宿绝不是我们家林里。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你悠着点喝，喝酒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那你告诉我，我要怎样才能解决啊？我现在就想喝醉，忘记自己刚才有多丢人。你刚才丢人吗？我没觉得你很丢人，一点都不丢人，好吧？我呢，一直都还是挺有自信的，但是就是今天，就在刚才，让我感觉自己一文不值，像一只苍蝇一样被人嫌弃。你能不能别想那么多啊？我根本都没觉得那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儿。人家可能也都不记得了，就你自己在这瞎想。鄙视我也就算了，还拉着你一起，对你也不客气。我没觉得人家对我不客气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咱们今天只是第一次努力，至少让田老师对你有个新的认知，而且他还看到你的作品，对吧？嗯，那算什么呀？他根本就不会正眼看的，在他眼里，我以前是坏学生，现在是坏女人，算了。算了什么？什么算了？我想放弃了。你放弃什么呀？放弃？哎，我问你，如果现在坐在对面的是武三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他会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。你之前跟我说教，说什么男人这样，女人这样，来，我今天来跟你说教说教，把这杯先干了。
以前你总说你老是遇到一些烂桃花，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，为什么呀？因为遇到问题你从来都不去解决，你不去解决它，问题就在那儿。我还说别人不靠谱呢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挺不靠谱的。谁说你不靠谱了？谁说你不靠谱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揍他。我觉得你挺靠谱的，而且是越来越靠谱。你说没见到那田老师之前，你跟武三两个人天天吵架，三天两头的瞎折腾。现在呢，感情的热恋期全都延长了，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有阻碍才有动力，有挑战才有突破，对吧？这还得感谢一下田老师啊！你们俩那腻歪的劲儿，要不是我前天见到了，我根本都不相信你现在还能变成这样啊，琴琴。你还挺能说的呀，你。别随随便便说放弃啊。人家都没出兵呢，你说你就要放弃了，这对武三多不公平啊！我相信咱们一定能够找到田老师突破口，你信不？你在我就信，那我一直在。散了，你留下的香气不曾停歌，巷子里的模样是红着脸，堆叠了多少回味温柔的环节。如果说先来的情节不书写错过，恍惚了年轻的我们该拥有的炽热。如果说学会不经意说不懂得，如果说还爱着后来呢？季节安静的更迭了冷清的街，暖风的夜该和过去告别，感伤晕染在心中还是不太坚决。还记得描绘的完美，有你也有我，废了对白承诺，除了遗憾的结果。还记得我们都想化解的困惑，还记得还爱着后来呢？如果说你也还爱我，请记得我们的每个片刻，何必祝福曾经降临过。如果说还记得深爱过。